起步跳出嚟最快中檔，粉藍寶就靠寶士喺裏邊落落紅色帽，越轉越強嘅。白色帽就見到係咧拍檔好好啦，裏邊和檔黃色帽雙天港，外側咧黑色帽大哥暫時包尾咧就綠色帽達輝之星啊。跑下半路程前面最快越轉越強，拍住出邊咧就靠寶士，第三位見到雙天港啦，四位今日馬見到拍檔好咁啊，過終點啦，靠寶士贏彈閘跑地唔就越轉越強。第三名雙天港後面過終點咧見到咧就係拍檔好好啦，尾大哥全程我檔包尾綠色帽就達輝之星。好啦，見到啦，就紅色帽呢匹越戰越強，中間黃色帽就雙天港，外檔咧粉藍帽嗰匹就靠寶少爺，白色帽就係拍檔好好，黑色帽嗰匹咧就係大阿哥。好啦，綠色帽呢匹咧就係達輝之星。